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第79页。我们这边最早是讲到教基。所谓教基的部分呢，这个是教是在我们的这个佛教的部分来讲，最主要的这个教是佛陀的原教。所以哈，他这个也跟后面是论，最主要是讲的是哈菩萨的这个谁的哈是且是经而有的这个菩萨的一个论哈，这个是论基，而这个基是讲了教，我们佛陀的原教，佛陀的说法，这些的相关的一个哈我们所说的资料。那我们这个在大师玄论是第七项。那我们这边其藏法师替我们说的三项。第一个是在佛陀的言教，经论不同，这个。就是说，一般用三藏来讲是经，这个经的部分来讲哈，这个释教不同哈。我们最主要的是讲到谁的，以这个大圣跟声闻圣为主，好用这种比较大象的这个脉络来说明。因为它是，我们，就是有叩解这个，我们佛陀的原教，到底佛陀只有说声闻圣，还是还有菩萨圣，这个讲释教不同的部分。那解释这个释教那个教哈，因为有时候解释释教部分来讲，就有可能是论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不含论。最早还是要讲到谁的那个哈，那个关于佛陀的哈言教为主。那后面是讲感应，然后有那第三项是讲净土。好，他这边介绍在83页是讲为什么这边拉出这个感应的问题，因为他实际上法师也把这个感应哈。把认为是也是佛法非常重要的哈一个哈大象，好在佛法上也是非常占有重要的一个角色，好所以他这个是因为佛法最主要的是要哈度化众生，好引导众生去入这个佛教啊的目标，所以这个感应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牵引众生是很重要的一项，这个牵引众生的部分来讲啊，有牵涉到感应啊，就是好，这佛陀的哈、啊，这个谁的为了要度化众生，除了前面的言说，好、啊、这个言说的这个言教，那还有感应，那第三个就是净土。净土是讲到谁的哈？这个84页里面是佛陀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哈，我们所说的听闻佛法，视为佛陀的哈我们所说的言教，那最重要的是要去向佛陀所介绍的目标，所以我们这是哈众生所归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个讲哈，也牵涉到净土。好，那我们第一项，那第一项是最主要的是哈，先表达出哈这个佛陀的哈所证的，所证的究竟目标，最主要的是哈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言语来介绍，啊，就是想治理无眼。真正的这个治理来讲，
如果狭义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如果是大范围来讲，是佛国的这个大智慧，无上正的正觉。好，这个讲到自理无也，就是要知道说，我们佛陀所在佛法上的这个所介绍的一个种非常重要的核心教义是有关于真如，真如这个相的真理。好，那这个部分来讲，最主要它是真正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示，是自理无也。它这个无也就是讲，按照来讲是，是遮语言。遮属言的，好，就是讲自理无言哈，怎么如何？其实它的本身来讲，就是真理，最究竟的真理，哈，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示。那为什么用语言来表示？所以言者就是为什么他用语言来表示？是言生于群心，所以它本身来讲，就是因为众生这个群是我们所说的众生，众生它出生它生起的原因是归之于我们的所学，我们的这些的佛教弟子，或是我们的学法的这个众生。男就是讲群居百参哈。群居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讲众生非常非常多的千差万别，所以这样子让我们的这个教义我们佛陀所流传的这个教义反而变成非常非常多的差别。所以讲本来佛按照来讲，佛在一篇很多都讲佛意音说法。众生听闻着行持非常非常众多的法位。好，这里讲第一个先声明不是佛陀说法 不一样，是我们听者的差异。那后面的部分来讲是万殊言教解释不同。万殊言教的部分来讲就会因为佛陀的一代的言教，他因为众生这样流传，他变成说有非常多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讲到谁的声闻圣的部分，然后有上座部，然后大众部，一直这样子，因为人不同，所以变成说每一部的宗义都不同，所以他这个。他是引出这个诚实论的这个里面所讲的。好，这是我们为什么这边要讲佛陀的这一代言教。好，最后我们在中国里面也是就是祖师大者把他科判。科判就是佛陀的这是所流传出来的言教。到底怎么样去会诊？这是经典，佛陀的经典怎么样子一时间来分类？好，那诚实论的这个分类就是有事实有提到，诚实论好像没有分类，只是他提到当时在他的当时有看到这个对于佛陀言教的这个整理分类，是有一些事实言教。还有五十言教、五十教、四十教、五十教，那他的这个四十教跟五十教最主要的是用涅槃经来依照涅槃经来分类，所以有这样说从牛至乳，从牛至出乳的部分来讲，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从牛象征就是佛陀这个他这个是他。出产的这个牛奶，那第一讲这个是盐味，然后经过制造，这个是制造牛奶变成乳酪，
哈，那个儒洛之后，哈，又变成这个生疏。啊，这个生疏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点心，就是比较粗糙的点心。啊，有些是比较，从生疏是熟疏就是更美味，更多彩的，好多。多层级的这个所谓的哈点心，啊，这样子来分类，然后在最后就是哈，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哈产品，这个那个乳酪产品，这个提辅。所以这样子来讲，所以我这样子，所以他就把佛陀的这个谁说哈，这佛陀本身的这个说法言教，然后就变成有一个所谓的四十五教。五十教跟四十教，啊，这是为什么叫四教不同？就是解释佛陀的这一代言教，为什么到最后哈，产生那么大的变化？就是讲五味，一涅槃经来讲，这五味来象征佛陀的经言教。变成到最后就会有等我们依照这个学习者。好，他的这个哈，他的思维，他的理解，所以变成谁的哈，谁的哈，就是他把它分类成哈，一时间来讲，一制造的过程来讲，哈，所以他所谓的五味五十教，就变成我们是讲到五味教。那后面是讲佛出十二部经哈，就是十二部经就是讲到谁的哈，那个有讲大家可以就是讲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修多罗，还有谁的哈，方广、譬喻，好，这些大家要知道，还有谁的哈，那个论义。还有受记，还有譬喻哈，还有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哈重诵，啊，这些有时候，所以就是讲经典的表达方式有这个十二种不同，子夜修多罗这些，还有这个是十二种形式。所以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多，从般若波罗蜜多出大涅槃。所以我们这个是讲，这种分类是讲四十教。因为第一个佛的说法的形式有十二种，十二种部类。那既然十二种部类的话，哈，就是讲哈这个时候。有这种所谓的经典的成立有这种哈，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所说的修多罗是讲阿含，那阿含里面开始就哈慢慢的延伸的方广，然后方广又延伸到谁的哈我们说的般若，般若延伸到谁的啊大涅槃经。所以这个是讲四十教，说承认师啊，承认师的五味相生配五十教，四谛教有相差别，五十教跟四谛教有相差别，故出十二部经。修多罗名法本，般若是诸法根本故，般若名修多罗，维摩经广名菩萨不思议法门故，维摩经名方等经，一圣之中般若最圣，故法华经名般若波罗蜜，涅槃经时名常住佛果，故言出达涅槃。
这个是在解释哈，那个五十教是怎么五味教？最主要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以牛来说，它产生最殊胜的一个成果哈，就是牛奶，就是五十教，然后一直到所以的我们所说的哈，这个乳酪，还有生酥、熟酥跟提护。那这个四地教的部分哈，四地教有时候讲四十教哈，因为它是这个部分。这个修多罗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本，因为十二部经本身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哈，里面有一个叫修多罗契经。啊，是法的根本。那般若波罗蜜是，是诸法的根本。啊，般若蜜修多罗，这是解释这个部分哈。这种解释方式哈，就是他第一个为什么就是可以讲色不净处修多罗？因为我们所说的佛说的我们所说的一个教。里面有一项就是修多罗，十二部经里面就是有一项就是修多罗。那修多罗里面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契经，所以它到这就是开展成所谓的方等经。那方等经又开展出般若经，般若经又开展出大涅槃经。所以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是从根本之，延伸。那般若是我们说诸法的根本。那个涅维摩诘经广明菩萨根不思议法门故所以维摩诘经也叫做方等经。一圣之中，般若最圣。《法华经》也是，他这边讲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多这是解释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可以看看他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因为不就是讲到谁的其中法师，他到底在。如果你看到他下面的言说其实他不是那么支持佛陀的言教是依照时间这样子的分类。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他实际上法师，他不并并不依据这个时间来把佛陀的这个说法，把这个谁的科判成这样子。那我们唯识佛学的科判对佛一代言教佛说法，唯识佛学是以解释灭尽三十教，但是只是可以大家知道说，这是让我们参考，不要一定就是我们只是说我们说唯识佛学这种说法比较依照就是解释灭尽有提到。反正我们是讲，这个是我们觉藏法师认为他不是那么样的接受，所以敬畏不耳。意思就是说他不是那么接受。那我们这里讲到十二部经这个是有提到，就是我们这边，我们不会像觉藏法师这么会想问题比如说十二部经里面的修多罗。跟生长的经理论的这个经，这个经跟，因为一个生长的修多罗，还有十二部经的修多罗，这些到底要怎么样相同不相同的问题？到底这个修多罗到底是总相还是别相？比如说，我们三藏的经律论的经是种
啊，如果是十二不精的这个精啊，到底是，所以他这个问到底，对，这十二不精是别相修堕罗，所以这个十二不精的这个修堕罗到底是气精，这气精到底是，因为我们一直讲精力论，精力论这个精力论气精哈、啊，十二不精的精力论，十二不精的气精跟三藏的这个哈、啊、精力论的这个像指的是不是相同还是不同？我们依吉祥法师的这个十二不精的这个修堕罗是别相，因为他把这个佛陀的言说的方式不同，气精比较属于长行，就它是一种我们所说字体一直连接下去的长行，它是一种继续文啊，它跟寄送又不同啊，寄送又有重送，所以寄送跟重送又不同。还有又讲到谁的哈那个受记，或是又讲到谁的哈自说。我们修多罗最主要的是弟子请问佛陀说法啊，这个修多罗最主要是讲这个部分。他跟佛自己说的这些，比如说佛陀说阿含经，不是佛陀说这个阿弥陀佛经。那个虽然这个经都是这样长行，可是它就不是属于气经，它是属于自说。所以我们这个修堕罗是属于别相，它是属于十二不精不同，讲佛的言教的讲法形式不同，所以叫做气经。所以十二不精出修堕罗者哈，那个。这个讲到谁的啊？这部如果说是十二不精修堕罗，这个修堕罗，其实法师认为应该是总相的修堕罗，而不是十二不精的这个气精。所以从通别两教哈、啊，来取这个大圣万行。故言从这个哈、啊、这个。从这个修多罗哈，这个再把这个修把它加上来，所以应该是从通别的修多罗哈起这个大圣万行，所以从修多罗出方等万行之中哈，以这个般若为主。这个故言从方等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从此二因得大涅槃果哈，故言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好，那这他的解释哈，这样子会比较完整。好，就是实乃教行因果相生，好，非是判五十教。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前文这个部分，最早他把，因为经典里面有提到这一点，因为经文这样提到，所以他有些就把认为是就把把它解释成科判的一个依据。那我们吉藏法师的问题，好、哦，他把刚才那个经文里面哈、哦，把它解释成好啊。就是这个是讲到谁的，在修学上来讲，好，为什么会哈？这个我们再反念一下哈。我们所说的这个哈，就是大圣的经典哈，最少从通别起大圣万行，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圣万行，有时候一定要十二不精的这个谁的哈，气精的这种形式。那另外是讲，因为另外是讲十二部经里面的出的修多罗这个部分来讲是通，就是比较属于经历论的那种情，所以这样子来讲哈，就是有这个谁的哈佛说法，好，就有量好，就是依照这种两种方式，所以哈就说了哈这个讲大圣外行。
就是介绍大圣的修学。那大圣的修学里面哈，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圣的修学里面哈，就又讲这个方等。方等的意思就是，他也是讲到谁的哈，有关于菩萨的一个修学。那在哈，所以他是讲，所以为什么叫方等？方等也是意味着菩萨如何来修学。那我们是讲在。在所有的大圣的修学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般若，因为我们所说的怎么样菩萨圣的修学里面最主要的你要懂得般若无着无沾着的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般若为主，你整个修学就是 不执着无执无着无所得啊，这是般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趣，所以他才讲这样子从方等出般若波罗蜜多的原教。那后面是讲到，因为哈、啊、这个般若这样子来修学，所以从此恶因得大涅槃果。恶因的部分来讲是这个万行哈、啊，因为整个是。这个万行加上无所得，所以这个想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哈，大涅槃起来。所以他这样解释是教行因果相生。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请看一下这个。好，那另外他提到。其实摩诃衍论哈，摩诃衍论是它这个本论是蛮重要的一本论哈，也这个摩诃衍是大圣的意思，它跟那个大圣起讯论蛮有连带关系的。摩诃衍好，那个里面有一撇叫无作撇。啊、最后这么讲哈，虽传法轮时哈，非为八万诸天一人得须陀洹果，就是讲到是在初传法轮的时候，就我们在阿含的经典，佛在初传法轮，佛初传法轮是到他离开这个谁的那个。他离开他悟道的地方，他不是坐在那个菩提树下，这个叫做那个菩提道场，好，在华严经里面就叫菩提道场。然后他走出去的时候，就是去度化五比丘啊，这个是初传法轮。所以这个是讲摩诃衍里面是讲他初传法轮的时候，不是只有八万的诸天一人得到得须陀洹果，是无量人又有记载，有非常多人还有发去求无上菩提的心愿，乃至无量人得一生不处。好，这个是讲这个大圣的这个经论论点里面，又成道五年说这个十万句般若波罗蜜般若的经典，所以里面有被灭这我空跟法空的法义。七年为大菩萨说般若波罗三昧经，名色行皆空。十年说如来藏经，现本有佛性。所以哈，这个就是讲，也是要，因为我们现在从吉祥法师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什么佛陀原教的一个基，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它的流传史，啊，因为最基就是流传，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吉祥法师关心哦，所有的一代宗派全部都有关心到这点问题。佛陀的一代言教到底是里面是什么？好，那这个里面是什么？因为太多了，我们翻开三藏十二，我们翻开大真藏，
里面就那么多佛陀的这些的哈原经典，那我如何的去了解这么庞大的一个说法的这个经本哈？所以我们才会这些祖师大德才会给我们开始要收集，开始分类，好，这个就是开始要分类佛陀到底说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好就是在透吉藏法师透过这个摩诃眼论哈，这个品这个品，所以从这品来讲哈，它跟这个阿含的系统完全说法不同。阿含系统是就刚才所说的佛离开的菩提树下，他所悟到的地方，他去度化这个无比丘，所以这个无比丘被他这个初转法轮。可是他这个在大乘经典就不是提这么简单，他简单是提到说哈，那个所以不是只有那个无比丘得须陀洹果，还有呢，还有这边所说的八万多人。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八万多人多有出国，还有非常多人去求哈、啊、这个大圣修学大圣，发无上菩提心，所以反而这个是初转法轮的时候，还有非常多人得到一生不处。好、啊，另外他记载的就是德国的这个哈、啊、宝就我们所说的一个哈、啊、一个资料。又另外还有讲成道五年，就是讲菩提佛陀在金刚树菩提树下，然后这个时候他哈在这个成道五年，哈这个时候就说这个般若，我们所说的大般若经里面就讲到这个我空跟法空，就是讲他的在说法的这个谁的哈。也是的哈，一些的哈，跟时间有关系的一个哈说法，它我们经典的一个哈，时代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哈记载。是应知十二年中哈，非只说小圣，很多大小俱名，就是这是讲到谁？如果是这样的资料。那就推论出来说，佛在悟道之后的十二年中，不是只有说声闻圣而已。吉藏法师是认为这个时候大小见数，所以大小俱名，大圣小圣全部都有说。而言但说小圣者哈，所以说在我们依照我们所说的一种佛教历史来讲，好像就是声闻圣佛在阿含里面哈，到达说了几年，然后说了几年之后才说大方等，方等说完了说般若，般若说完了说法华，华华说完了几年又说大涅槃经啊啊，这个我们现在的哈那个哈所根据的资料是比较。一般来讲都是这么讲，所以一可十二年后哈，虽大小去说，一名小圣。说据说大小哈，而名大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为什么说但说小圣哈？因为他认为如果依照这个说法的话，应该是大小俱名。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记住的是十二佛在阿含，佛说小圣，经过多几年之后，几年只说小圣，他几年之后说大圣，所以据说，大圣小圣而名大圣，我一十二年前虽大小俱谈，而名大圣教。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是佛陀的这个言教。如果这个就是讲到阿含这个部分，阿含到底真是全部都是属于声闻教，还是他可以纳他这个如果依菩萨了解的话，
一听闻者了解的话，那为什么不能说他是大圣教？就是，所以是这个问题。如果依举证法师的解法，他的认为的话，他认为阿含都是属于大圣教，依他的观点都是属于大圣教，依《法华经》的观点也是属于大圣教。因为我们唯识佛学的角度也是，因为按照佛陀说法是听闻者听出声闻教，所以依我们的唯识佛学也是。那摩诃衍论那个善机，那像79页，这个是我们一直我们这个论师都会是提到道理这个，因为到这个跟那个什么会三皈依的问题，都到最后就会讲到这个问题，声闻圣的这个教法到底要怎么摆？那大家请看79页又论云这个论是摩诃衍善集曾于法华会上闻说，菩萨必定善集的是讲那个舍利弗就是在《法华经》里面闻说菩萨必定，后闻大品阿毗跋致品，是故经问为定不定。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舍利弗同样就是在经典的判别舍利弗在阿含的经典吧，当然判成声闻圣。那如果是站在《法华经》的立场，这个讲到谁？他闻说菩萨必定，后闻大品阿毗跋致品。是故经问为定不定？这到底是我们这个舍利弗他在《法华经》的立场，他应该是不定性啊。如果是在这个定不定的部分来讲，是定声闻还是？是不是不定性？定性还是不定性？那法华不必第四识就是法华，还有另外还有一个佛陀所讲的这个法华经通常在这个第四识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谁的那个智者大师也把它分到第四时期，因为是最后一个时期是大般般若经、大般涅槃经。这法华不必第四期，就是说不一定一定一非摆在决定是摆在第四佛所说法依照时间的这个分类不一定，他认为就是一定要非摆在第四个时段。另外还有讲到，又成道以来常说般若，所以依照佛陀常说般若经，那你这个般若经一定要摆在第二识吗？所以这对于整个在评论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觉藏法师经过了中国的历史，佛教历史，这个时候很多都是依照这个谁的，这个科办的影响力很大，所以都会把这个谁的阿含是第一时期，我们所知方等是第二时期，方等跟般若是第，好，就是讲方等是第二时期，般若第三时期。法华第四时期，涅槃是第五时期。那不是我们般若跟法
般若跟方等把它归成第二事情，因为有时候是事实，有时候是无实。想了解吗？这边的问题就是，科判真的是一定是这样说吗？绝对是佛陀说法，在说法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般若大般若经，我们所认识的法华经、涅槃经，一定是般若绝对是第二时期，不是第三时期吗？还有法华一定是第四时期吗？那涅槃比较没有人问哈，因为涅佛是佛最后说的是涅槃经哈，所以涅槃就没有人问了。那阿含比较多的问法是，就刚才所说的哈，阿含到底是依照我们所说的佛陀说法一味的言教，佛说法一因说法。啊，听者不同，啊，听者不同的话，就变成说，阿含是属于声闻教，是因为声闻的学习者听了他的解释，成把这个佛说的这个解脱法，把它归到所谓的声闻的这个所谓的脉络里面。啊，如果说你把这个声闻的解脱法，把它放在菩萨的位阶来讲的话，因为菩萨也有解脱法，啊，你把它听闻者如是菩萨的话，他应该是属于大乘的法教。好，那我们大家请看一下这个，也是79页哈，那个地论师哈，这是讲诚实论啊，不是，对不起，地论师是讲那个谁的哈，那个依这个实地经论的解释来说，地论学派有这个谁三宗四宗。里面有提到这些的词句哈，三宗是立相教，第二个是哈舍相教，第三个是显真实教，好，有这个三个，就是这是对于佛法的这个哈也是我们佛陀说法，佛陀的言教。然后，学习者怎么分类？好，那怎么说哈？立相教的部分来讲，是为二圣人说有相教，所以这个是按般。既然是有相教，那的一般都把它解释成阿含的教类。那舍相教的部分来讲是大品，因为大品来讲就是讲这个谁的，好。一般是讲到谁的凡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大品的这个教，这首系统的这个哈经典里面广明无相教，所以这个叫舍相教。那华严里面哈显的是真实教，所以他把这个谁的经典，里面的说依照相有没有相类。好，把它分成这个哈，这三类型。这显真实教的这个部分来讲，应该是他比较没有，按照来讲，应该是如果是有像真实教，就是因为他把分类有像无像的话，应该是两个都含摄。那四宗哈是毗昙是因缘宗，诚实是假名宗，还有这个是三论名不真宗，还有这个是实地论为真宗。所以因缘宗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哈那个说这个谁的哈五蕴合合哈唯我哈。所以缘起的因缘的部分。那诚实论是讲到谁的哈，那个是讲到谁的哈，这个无蕴的部分来讲都是假是色名。这个是无性，无真实性。
有他的这个谁的面相，因为他还是用这五蕴有他的作用，所以叫假名。啊，那善论的部分来讲是讲不争哈、啊，不争众，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谁的那个啊破。有一些是讲到假名宗部分来讲，是讲到破性宗哈，啊，不真宗是破相宗。啊，不真宗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三论的这个谁的因缘和合啊，虽然是无自性，哈、啊，但它是在诚实论的看法是有它的用作用，好有显现象，有它的作用。但是三论的看法就是这个显现象都是妄，都是不真实，所以讲破相众。好，我们所说的这个讲连这个相都是毕竟空寂，所以为什么讲不真众，连这个作用都是我们众生所看的，这个是看成跟我们众生的虚妄智。那实地论的部分来讲哈，是因为是啊，因为实地论最早是从华严里面哈、啊、所另行的一个版本，它叫做真显示众，因为它完全是讲空是怎么说。有是怎么说？啊，完全是，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显实众主要的还是因缘这个缘起还是有成立哈、哦，所以他因缘的这个哈、啊、依他起，哈、啊、众生遍计所执的部分来讲，就是讲到破相的部分。还有我们众生把它看成有，是遍计所知啊，众生啊了解这个谁的哈，从哈从了解他的这个哈这个不实，然后知道依他起，然后好来了解到谁的缘成实，舍掉这个谁的哈遍计所知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宗显实宗。另外一个名字叫显明的显，实在的实。啊，因为不然哈、哦，他这个是我们吉藏法师哈、哦，比较，因为他的立场哈、哦，他的立场就是他。我们吉藏法师把所有的论点里面哈，就是所以我们再看下去好了，就是要知道说他为什么敬畏不染。此人如果是此人罪过甚深哈，为什么此人罪过甚深？就是你把决定就是这样子，不得有更改。别人如果有批判说错了哈。你就把就会有产生争论，如果产生这样子，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过失，因为我们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哈，这样分类的话，如果因为我们这个讲分类，是我们所说有些是因为有一些是很大象来分类，好，如果说你一定要说唯有我才是。对的，他人不对。啊，这个就会想到此人罪过甚深，因为你有决定书。实际上法师哈、啊，所有的教法里面，实际上法师只有承认说，佛陀所说的言教都是因对象的施舍而不同。是听闻者的理解而不同，比如说声闻圣、声闻教，是声闻者学习者听到之后，他把他的听闻的这个哈所谓的言教，
现在都把归成声闻教。所以物谤般若堕于无间哈，就是讲这他这个他这最早这样一定要声明这个，你不要把法华一定认为就是他一定是会法在第四时间，或者你不要把这个般若经典就一定要放在第二时段。所以他讲物谤般若堕于无间，无间是无间地狱。今依此论，即名三佛哈。这个三佛是我们所说的佛的三圣。弥勒天亲是般若经哈，是弥勒菩萨。还有这个讲到这个弥勒菩萨。还有世亲菩萨，他有解释《金刚般若》，好，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三，我们所说的佛陀的佛身，佛的三圣，故知般若等心哈，具名常住佛果，佛性正因，实地了因，这种说法哈。其实我们告诉大家的，其中的理解力是不是不正确的哦。不过经里面确实是，只是它的文字比较少，比较就是讲到《般若经》里面比较讲的是空，这是上遮的中道的道理。它的文字大部分90%或是85%。80%都几乎讲非空非有，非常非断，不是非解非浮啊，这些文字，所以它里面哈，到底有没有这个常住佛果、佛性正因、实地了因，到底有没有这些？其实是有，要去推论，啊，要去推出来。若尔哈，如果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他不叫做显实教，一定要讲到他是这个，好，这个所谓的哈那个三论的不真宗，一定要讲到大品的是无相。其实我们要知道的这些的分类哈，其实按照来讲是应该是属于学习者的分类。而不是因为学习者把这二圣的这个是他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那个阿含的系列，学习者很多人就是才把它诠释到这个谁的无欲，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有部，佛在阿含里面讲的所谓的无欲和唯我。他就是解释是无蕴有这个法体，所以凡是这样子的解释，我们后面就把它分类成，就是讲到这些的团体，这些所以却有部学习者怎么样子去学习这个阿含的经教，就会他们的系统都是所谓修学的这个系统都作为有相教。大品如果说，一般来讲，大品来讲，因为它的重点几乎讲无相实相，因为它的重点，但是你就是不能把它完全的，就是它一定，其他的你要把它推论，因为无相实相到最后就会代言出这个常住佛果，代言就是佛性正因。依这样在实地了因的部分来讲，就是告诉大家的般若里面有讲到所谓的这个里面讲的实地是属于因为般若的实地里面有讲到实地，其实它比较通论的一个实地，所以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的学习者学习佛一大的言教，有时候会
好，那个，因为我们太多，就是如果是一时段来，这个所说法的这个历史时间，如果来分类的话，我们就会忘失它真正的这个教义。如果何不名为显示教？因依世圣大圣，莫依凡妄之。因依世一的大圣，这个大圣是我们佛陀因为佛陀说法有这个世一就是这个时候他在你要学习佛教佛法佛所说的原教，到底怎么样学习？佛陀就开始指明，应该要按照这个四种我们所说一种，那个归，那个依就是怎么样子依去，四种方式。佛陀用在涅盘经里面这么指出就是大圣是佛陀，佛陀指出这四种频段的一个标准，就是莫依凡妄之。莫依凡妄之就是我们前面的，就是在我们在中，尤其中国中过去这个汉教的这个把这个佛一代佛教所说的佛陀所说的一代原教，把整理成我们所说的有些四十教，有些五十教，这些，那我们集藏法师也有一些就是对这些的看法，那等一下。也会讲到那个释义等一下再说好了。那我们看，我们在另外一次讲到，在79页，多言长云何此经云三世诸佛皆入无余涅槃也。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再继续上第二堂课这是讲若言常更是讲到刚才所说的这个常住佛果，还有佛性，因为有关于常的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常住佛果，还有佛性也是说常这两项，所以云何此经云三世诸佛，此经是般若经，三世诸佛皆入无余涅槃这个是在大品经里面通常都会这，三圣的佛都入这个我们另外有些的经文讲大无余涅槃，有些的经文里面是讲无余涅槃。好，既然都是常的话。为什么在经典里面就看到所有的佛都入这个谁的无余涅槃？我们开始要讲这个无余涅槃因为是般若经里面出来的，不是妄说不是真的是印错了，因为确实是入无余涅槃。这个无余涅槃如果你采用这个唯识佛学的理解就是很好理解。唯识佛学的理解的无余涅槃是理解是没有生死，无有世间的生死果，离开世间的生死果，叫做无余涅槃，烦恼即灭。他的解释，唯识佛学的无余涅槃不是，因为涅槃非入非不入，我们的涅槃本身来讲，清净涅槃。自性涅槃本身就是非入非不入，所以他的无余涅槃最好的第一个有余涅是离开烦恼障。无余涅槃是离开生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常住涅槃那个无住涅槃是离开这个所知障。这个是如果你依照这样解释，你就很好了解。所以他本身来讲，
他的入音律派，就是他根本没有所谓的分段声式，而且他就是讲到他本身哈，就是那个。好，因为他入无余涅槃，就是他没有根本没有身段分段生死，所以我们讲到，波尔津的无余涅槃不是阿含那种无余涅槃，因为就是讲到，因为无余涅槃本质上来讲就是非入非不入，没有所谓的入不入的问题，你相应就是入。不相应就是不入。我们现在，你说相应不相应，很难说，因为是遮盖才一。如果是一到我们的涅槃，它是相应，它入，是我们的烦恼让好无明的缘故，说我们所谓不入。好，所以他想到。这不是声闻圣的无余涅槃，因为声闻圣无余涅槃就是讲到谁的，好、哦，他是无有来生，无不再三世生，好、哦，所以他为什么到最后是灰生灭智？啊、哦，声闻圣毕竟去入的部分来讲，变成是我们所说的哈、哦，我们的那个。好，就是讲到这灰生灭智的哈，这个无余涅槃。所以若依色论哈，所以他这里讲色论，所以用色论的解释，这个色论是真谛法师的解释。大圣无余涅槃有两种，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我们讲到大圣无余涅槃，第一个是分段的因果尽。好，这个讲到，好有余，有余的部分来讲是，好，这个有余就是我们所说的哈，那个，他只是讲到这个哈，这个分段，分段的生死哈，解决，啊，另外还有一个变异。我们的是变异生变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异生生的问题，就是他来三界哈，属于一种哈变化生不思议生的部分，那也是无余涅槃。按照他的无余哈，这种无余跟如果就是讲色论哈。如果另外的大波尔津的这个大无余涅槃是整个含摄四个涅槃，好、哦，而且按照来讲，三世诸佛皆入无余涅槃，这个是属于大涅槃，含摄四个涅槃。那二者哈、哦，报应二佛名有余涅槃，法身名无余涅槃。这种解释哈，那个，这个，因为他这个就其实上，我们这个我们翻到那个真谛法师那个解释哈，因为我们所说有余就是有剩下，那个报身，他就是还有因为讲那个报佛。报佛当然有这个谁的庄严的这个报，我们的佛身报土，啊，应化就是来我们世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它就是有哈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有余涅槃的部分来讲，就是他烦恼断尽，他的烦恼障已经解决。或是我们所说二障也解决，它还有一个依靠一个摄法，或是心法，所以叫有余。啊，如果这样子来解释的话，跟这种解释跟声闻圣的这个解释还有依靠，所以还有依靠
谁的设法跟心法啊，这个是没有依靠，没有依靠的涅槃是讲法身。那我们这个长，如果你要真的依照这个真正的大般若经的部分来讲，就是三世诸佛入无余涅槃的无余涅槃是属于大整个四个涅槃的总集合。啊，那还后面是《金刚般若经》里面哈，我皆律入无余涅槃。啊，这是弥勒氏哈，所以他这个是在《金刚般若经》《金刚经》里面也有讲，所以菩萨度化众生都会让他们入无余涅槃。在那个弥勒菩萨解释，这个解释哈，就是属于大圣的无余涅槃。所以他不解释入声闻圣的无余涅槃，因为我们大圣里面哈，依照法华的系统，就一直声明这个无余涅槃是有名无实，啊，都已经。就告诉你说，这个无余涅槃是假名是色。真正的哈，这个我们所说的无余涅槃是属于大圣的第一个。我们一般来讲，第一无余涅槃是讲的大无余一涅槃，是四个涅槃的总和。如果何故此经名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等皆是有为。对法身真如空边哈，故报佛十力十八不共法是有法，故为有为，啊，非生灭有为。这是在取名这施舍上哈的用法的有些是不同哈，因为我们此名此经是讲这个。金刚般若的系统，就是般若经的系统，讲这个是佛的这个哈修学的这个功德哈，就是他有这个十力十五所谓十八不共法，按照他的名词就是讲到有为般若，有为般若，啊，另外是讲到谁的无为般若。一个有为般若哈，因为有些的有为，那个，这是讲也，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它的名词，有些是报佛的十力十八不共法，有些都把它放成是无为，把它放到无为般若，不放在有为般若，有些又把它放到有为般若，哈。又把这个谁的哈那个真如的部分来讲，所谓无为般若，所以他有时候讲法的这个分类的这个文那个用的语词不同，所以他既然是说哈有为的部分来讲哈，是因为跟真如来对应，这把是一个是有为。啊，是有所作为，因为，佛的这个十力十五所谓都是要修，因为般若它是属于般若的一种，因为最这个十力十五所谓十八不共法的主体是般若，无漏智，佛的无漏智，啊，无漏是演出，他在对就是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作为十力。啊，他在哈，对于生死的这个部分来讲，所谓是无所谓，啊，所以才讲一个是般若是属于最主的四智，好，再是哈，所以我们的佛的果德哈，看怎么样施舍，它的作用名称怎么施舍，所以他是讲有为般若。一个哈，所以对
空真如的空来对应，因为真如是为无为般若，所以他那后面的是讲到啊，特别特别声明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讲是有为般若的话，他一定要再注明一下，因为在我们的声闻圣现在讲到有为有所作为，现在有所作为就变成是无常生灭啊，就会现在无常生灭的话，就会变成就是有点雷同于声闻圣的无常生灭啊。那我们学到最后就是无常生灭，那我们干嘛还要学？所以他开始要讲到佛的，即使是这个佛的报佛的这些的这个圆满的功德哈，所以他的出来讲是有为般若，所以这个有为绝对不是声闻圣的生灭的那个有为，它是一场，我们它是属于一种相续长的那种有为，生生灭灭恒常不断的那种有为，而不是我们声闻圣的这种哈烦恼的这个哈生灭的有为。所以他一定要注明一下，如果不注明的话，就会是变成有为生灭，就是既然有为生灭，就是无常，啊，无常怎么会是常住？好，那后面的是讲到，也是对于这个有为，哈，有为的解释，所以社论里面讲无常有两种。所以我们看看他提哈，因为无常有两种，是因为对于他的这个本质，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会生生灭灭的，好，所以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两种？一个是众生的无常，一个是我们所说佛所证的这个谁的哈，这个好佛所证的哈，这个他的体的无常。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这个因中本无经有，好已有还无，这个是讲无常，本来没有，那是因为因缘和合，现在又现今制造成而来的，制造成之后又因为败坏了，所以。又回到这个没有这也是无常的一种另外还有一个佛果的无常，佛果无常也是佛的受肉智，其实佛的受肉智你说它本无经有如果按照那个唯识佛学的部分来讲，它不是一定是本无经有，因为佛果的这个所有的功德都是从无漏中显现出来，因为我们讲种子是本有种，没有错吧？我们的第八识里面本来就有这个无漏种，只是因为烦恼让它显现，没有因缘显现起来。所以按照我们讲真正的这个那个无漏种因为佛果是无漏种显现出来的，如果它完全没有怎么显现，所以依照唯识佛学它是还是本有，所以我们只是说站在现在来讲它真的是有因有缘才会现有因有缘现，所以这一种是它也是修，因为我们所知佛德有两项，一个是大涅槃的功德，一个是大菩提的功德。大涅槃的功德是显二空所显的，显现的。你只要把这个我执跟法执慢慢的全部去掉，你这个会我们所知的身如。那个自性涅槃就会显现出来，是显德。菩提大菩提部分来讲，就是深德修德，一定要真正的去烦恼之后，然后真正的我们是菩萨依他的菩萨行，慢慢的修学菩萨功课。
啊，真的就是修德。所以他为什么也是讲，为什么或者讲到本呢？本无经有。所以我们讲的本无经有是，我们因为他这个不是真正的站在唯识佛学来讲，站在修德，啊，所以也是讲本无经有，但是已有不无。所以已有不无就是他不会还没有，就是它也是一种无常，因为佛的佛身还有佛的报土，好，它也是哈，所以它有这种量，一个是众生的无常，这个是佛果的无常，所以它不同因为的生灭无常，啊，但是它是佛果上的这个报，报离也是哈，这种的用法完全是用真谛的那种角度。因为它是属于哈那个报果，就是佛果哈，它是属于报身的这种的我们所说的佛身，它的五根哈从等十起边名为无常，十起边是讲到谁的？因为佛果它起来。就是它是念念相续，恒常不断。所以我们也按照唯识佛学，就是相续传。啊，另外还有一个哈，那个此经，问曰：此经，若此经非执名空者，啊，亦说本有，不空之法也。在八十二页，大家请看一下那个，不对，在八十页，就是，若此经哈，非执名空，就是一本经典，如果它不是真的，就是马上哈，就是它的重点不摆在这个空。啊，亦说本有，不空之法也。所以他也讲到这个哈，本有，本有不空之法，就是说，如果说你提到关于涅槃，因为他最主要的是涅槃，不是真如这个部分。论祖是出品哈，中法性云，法名般若，法名涅槃。明本分，如白石中有银性，哈，黄石中有金性，一切法中有涅槃性，亦如是。今为是本有性尽涅槃，是以此经皆明性尽方便两种涅槃。此经的部分来讲，是我们的这个那个我这是讲那个哈那个，因为他这是提到这个经那个般若的经典哈，所以他这个般若经典当然有讲，你要从文字来讲。是看不到这些语词，可是要就是要经过推论，义理上的推论，所以此经有名性尽跟方便，所以方便就讲到我们的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哈，因为它就是一定要靠断烦恼，但哈因为。性尽涅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性涅槃，就是我们所说的哈，那个涅槃在《般若经》里面有提到啊，因为涅槃里面哈无有一法，如果说哈所有的法比涅槃。高于涅槃都是属于假名实色，这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涅槃经来讲，它比较站在空，它的这个空最小是对应着就是我们所说的捆绑执着。我们，他为什么一直要讲说哈，不，连涅槃都要空？因为就是让二圣不要一直执着这个我们所说的涅槃的体性。所以明本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论点里面、经典里面的这个涅槃，是它是根本。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所有的教佛所说的一再的言教，全部是根据在真如自性涅槃去施设，离不开这个角度。所以为什么我们所说的法界？所有的教法都是依真如来施设，这个因来施设，才有法。所以，我们这后面是讲到谁的白石中有银杏，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般若经它是站在这个合体来讲，同体来讲。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一直讲到是说哈，里面还带有这个本有的这个佛性，所以他还就会讲白石中有银杏，这个是讲到我们所说的我们设法心法里面有一颗本有的真如，就为本有性即涅槃。它比较不属于这个唯识的佛学的系统是，那个它不会讲到一切法中有涅槃，它先把一切法分为我们所说的有为法、无为法，它先把分类，有为法什么说，无为法怎么说？那个《般若经》跟《法华经》还有《涅槃经》，几乎都把。我们所说的法跟涅槃吧，合说，他没有把它分开来说。还有另外是讲更有名证，证此经也有常住，以显真实也。就是说，般若经里面啊，一直从，如果你如果你不接触吉藏法师这个教派哈，你接触的是一般的般若讲，就是般若就是讲空，除了这句话就好像是般若都只讲不说有，有，就讲般若都是说空，几乎都很少人讲说他有说到有的部分。就我们说，所以他要必须要说，有没有其他的文字来证明这般若经里面有这个常住佛果，还有谁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常住这个语词，你这样了解的话，你就不会认为般若经完全就是第二十教，不是第三十教。所以明证虽多不可违反。就是，如果是你对经佛所说的言教这个义理非常非常了解的话，几乎其实法师看到哪边就认为几乎都是，我们看到几乎都不是。所以他开始讲那个法上品里面三个譬喻来讲这个三佛。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它的文字这个你就讲《般若经》里面讲诸佛色身有趣来，还有另外是诸佛法身无趣来，无趣无来。好，所以既然这样子来讲，这个诸佛色身有趣来，有趣有来。佛的法身无趣无来，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尤其是佛的法身无趣无来，
现在无去无来，就是也是常住的概念。啊，佛的色身比较推不出来是哈、哦、那个常住的概念哈、哦。有去来，后面讲到有去来是应化佛，好、哦，应化佛。啊，那个无去来的是我们所知法身佛跟报佛，一个法身佛跟报身佛。所以从这个哈，所以你要讲般若经里面有没有常住佛果哈？啊，这个就是有常住的意思。无去来是法佛、法身佛跟报身佛。那另外的部分来讲的话，是佛有二种，这个佛有二种哈，第一个是佛父母身身佛，还有这个法性身身佛。这个父母身身佛哈，就是按照我讲，就是我们在就介绍佛，在阿含的部分来讲，都是讲父母身身佛。啊，如果以大圣的角度来讲，它就是应化佛啊。那应身佛跟啊，我们开始另外还有一个语词哈，法性身佛，法性身。法性生生佛，那个，因为他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那个应生佛，啊，另外的部分来讲哈，那个，法性生生佛哈，我们所说的哈是报佛。另外，还有一个，那法身佛就是法性身，法性佛，法性身是讲法身佛。啊，就是讲到那个佛的三身。那般若经有，般若经就是这样，他的三身佛的这个语词没真的看不到，可是你就是要用义理上去推论它。啊，确实是有哈，不是没有。还有另外讲论又云哈，这个论是大智度论。法是比丘尼哈，不见法身佛，善即得见法身。这个法是就是讲到那个佛到那个。就是来到游行到一个地方，我们所说的一个人间说法，他想要我们所说的那个哈，那个就是人间游行到一个地方安住，这个时候很多的弟子都来跟他的报告报道，所以很多。弟子都抢着要第一报道，结果，那个华盛比丘尼第一个真正人，亲自来，第一个来到，所以他认为他第一个看到释迦牟尼佛。可是，佛对着全好大众说，并不是华盛比丘尼第一个看到我。而是没有来，善知舍利佛没有来，是他第一个看到佛陀，所以他这里讲到谁的哈，那个好，释迦牟尼解智哈，真正要看到他的，不是看到他的应身佛，他要看他的法身佛。那善知得见法身，所以为什么讲只有真正的是舍利佛才真正看到，第一个看到他。啊，是见到法身。那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真的有，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真的是有其上法师哦，他就会这个他会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善知舍利弗，他所看到的法，因为法师这个语词哈、哦，我们再追踪一下这个。在阿含的系列里面，法身并不是大声的法身这个语词。那这个善知见的法身到底见什么？哦，所以是他就会有这个很就有这个问题，这个法身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法性身、法身佛，并不是这个语词，并不是我们阿含系列就有了。而且阿含的这个系列里面哈，那个法身是所有的，他的居名是善法哈有的聚合，所以我们提到这个法身哈，因为我们一讲居然是法身是常数性的。那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也没有提到它是常住性。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哈，那个，因为他的论这个论点，这句完全是从阿含经典、阿含系统那边过来的，并不是大圣的那个，就哈，它是相关的因出处哈，是在就我们所说阿含系列的。所以他这个时候，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个善知舍利弗，他又如果你站在声闻圣的立场，他哪里懂得大圣的法身？嗯、啊，他怎么可能见到佛的法身？而且，既然你要讲到佛的法身，那个舍利弗是声闻圣阿罗汉果，所以我们想他修行阿罗。那个解脱的教法完全修学的而成圆满啊，最顶级就是得到阿罗汉。那阿罗汉怎么可以看到佛的法身？就这个问题了哈。所以你要讲到这个，因为这个讲到法身，我们以前是不会去取道，所以他就会开始要问。那个，而且，另外是讲，这个法身是牵涉到空。如果你要讲义理来讲是，一般来讲是见空理，见空理这个真理，所以法身。那我们的舍利弗，他也不可能完全领悟到大圣的这个空义。他是属于声闻圣的空，就理解的空义的那个无我的这个智慧，他怎么可能去理解到那个什么大圣的这个有关于这种，好、哦、那个这种法身？这个因为大圣的这个法身是究竟空理，好、哦、就是所以他这个才会提出。所以你要这细节来去问，你就知道说，善知的这个舍利弗所见的这个法身到底是什么问号了。而且这个善我们是说这样了解吗？这个问题哈，那个真的是去考虑的话，它真的是有很多的疑问处。那我。按照来讲，声闻圣的法身最主要是与五分法身，因为他讲到法身的语词哈，比较多的说的是五分法身。而且那我们，所以另外就是讲到，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哈，第一个他的依照法身这个语词哈。那如果到最后就会变成说，如果你依照舍利弗的位阶来说，因为舍利弗曾经出现在般若经典，
啊，既然他出现在波罗心的话，他也有听佛陀说的波罗经典，因为波罗经典是在波罗经典里面，声闻圣非常重要的两个，一个是舍利弗，后面这以须菩提为主体。那这样子来讲，波罗经，如果是按照这样来推论的话，那波罗经是不是真的就是它？是不是相次于声闻圣的般若经典，而不是大乘的般若经典？就是就又打一个大问号了。好，那个是我们另外一个题，就是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按照佛说见佛，因为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特别讲，见缘起，你要见佛，你要见缘起法，见法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见佛，所以，如果依照真正的大乘佛，这个见佛不是见到佛的报身，是见到自己的真如。这样才，这样理解才是真，才对。因为我们的大乘的经典都是讲，见佛，并不是真正见到佛，他见到自己的法真如。因为真如佛众生平等，按照来讲是这样子理解，才会符合，这样说法才不会有问题。那我们第五个是又指今处处皆于实地行满得无上菩提，云何实地行满还得无常胜？此经的部分来讲是般若经哦，里面就提到所谓的实地行满，就是讲到菩萨要修他的菩萨行、菩萨道。那菩萨道在部分来讲，就是在我们的般若经典的有讲出实地，般若实地，就是要，整个修学来讲，就要成就无上，我们这边讲的一切智、一切种子、一切相智，这就是佛的无上大菩提。是既然这样子讲到得佛的最高的智慧，那既然得最高智慧，怎么可能是生灭的？怎么可能得无常胜？所以还是就是不可能得无常胜。所以一句就会得我们所说的反过来说推论出来就是得我们常住的佛果。比较有问题的是这个啦，上机的问题。还有下面也讲这个，就是这边最主要就要告诉你说，般若经典一般的以前的祖师大德就是把它放成这个不是第二识就是第三识，所以他就是没有把那个，因为般若最主要的，虽然它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篇幅都是在讲空义。可是这个空义来讲说，我们要知道的，它空义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就是要去我们的对我的执着、对法的执着、对这两项的执取，所以它才会讲空。这样空义成就，就会得到我们整个推论来讲，就会得到我们这所谓的常住佛果，就会得到这个所谓的。这边所说的真实，真实的佛法，所以他一直在这是吉藏法师一直讲的。我们经典里面，它重要的重点是摆在哪边？比如说般若摆在空。那你不能讲说他没有说到有，你不能讲说他在成就佛果上没有说，
哦，你不能这么讲。所以按在那个吉藏法师的意思，所有的大圣经典全部是空有中道。依照吉藏法师的完全是空有，空有中道，只是它的重点有些是偏重在，比如说般若偏重在空，涅槃经偏重在有，所以它的偏重的角度不同。所以你就不能因为偏重而说般若经一定是第二识、第三识，涅槃经一定是哈、哦，一定是最后一识。其实你要说涅槃，阿含说涅槃，般若也指涉到涅槃，法华也指到涅槃，所以你不能说其他地方没有说到涅槃。好，那是我们要知道的偏重显重说不同。好，那如果说在法义上，佛一代的言教，佛说法都是空有中道，好，离二边，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好最根本的这个教义哈。我们今天先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